国流总统雷蒙解锁化身游艇教练，指导总统蔡英文开船。 蔡总统海洋民主之旅来到帛琉，帛琉总统雷蒙解锁充当教练，协助蔡总统开船一路前往海豚湾，观赏海豚富裕成果。看到可爱的海豚，蔡总统显得愉快轻松，但离开浮板栈道时，一个高低差没注意，差点跌倒。刚刚是差点跌倒。对，看那个小海豚在吃冰块，这个很快乐的时候，那个高低差没有弄好。没问题的。总统海豚会转弯吗？因为是媒体的，对，就是看海豚吧。被媒体问到政治问题，蔡总统仅回应：国内的事情回去再说，就怕外交之旅失焦。不过对于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拜会香港中联办，蔡总统提醒韩市长要有警觉。 不知道中联办是中国实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的机构，那安排韩市长去这个地方拜访，也很难排除是在制造一个一国两制的氛围了，那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我们韩市长有没有这样的。蔡总统这次出访帛琉，除了交流海洋生态保育，也和帛琉总统一同视察海上搜救演练。蔡总统表示。 台湾、美国、日本、帛琉都是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坚实伙伴。太平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海域，台湾也愿意对这个区域做出贡献，一起保卫自由开放的共同成果。